张雪迎曝光了一组现身某机场的最新造型，长发披肩，巴掌大的精致小脸，这个五官可以说是很优越，一顶黑色的棒球帽散发着清爽的少女感，上身一件再简约不过的白色字母 T 恤，非常休闲，不过视线落到下半身可就让人有点尴尬了。为了显腿细，张雪迎硬生生把自己塞进了一条非常瘦的黑色裤子中，看着都觉得勒人。女明星对自己都这么狠吗？张雪迎还只是个20岁的小姑娘，还在学校读书呢。不过张雪迎虽然年龄小，但是演技真的不是盖的，参加好几档节目，她的演技都是大受赞赏。不过今天还是让我们现在品品这位仙女的神圣美颜，看看她的时尚造型怎么样啊。开朗而又明媚的笑容，一件灰蓝色的长礼裙，设计非常简单，由重质朴的森女的感觉，白色的蕾丝设计又增添了不少少女的小心机，或是蓝色的衬衫搭配褐色的高腰皮裙，赤裸裸就是一个雷厉风行的 OL， 这个气场也是非常强大。又或是粉色的碎花小吊带，束腰勾勒出纤细的腰肢，浅蓝色的半身裙，像不像童话中走出来的公主？她也可以完全清纯可人，长发披肩，一张明媚可人的初恋脸，白色的衬衫搭配卡其色半身裙，活脱脱就是那些年的校园女神，哪个男生看了不心动呢？